人的消水平逐年上，家家的餐桌都有了巨大的改。但时尚的自由的也不全是好果，比如高的糖尿病和高脂血就是不健康有着巨大的。高脂血症糖尿病被姐妹病，因它是伴儿，患者的身重害。高脂血症糖尿病的生和患者血糖不有比大的，而血糖不是日常生活不健康治。下面就看看哪些型造成血糖不避免踩坑。一、美吃的很。吃的很人一的足感，而且与美食的货也真的很抵，可能在不知不中就吃了。成了以后，很多人在每餐时都吃得非常短，看不到食不良影，但是长此以往就声很大。首先吃得过就增加消化，而引起血糖波，若不喜，每天入身大量的脂肪，和量全部堆在，引肥胖和高血糖。于身健康最有利的食量，其是七八分，即吃得过程中感肚子不再有的感，也有了一副感，后就放下筷子了。二、后吃水果。后吃水果是很多家庭都有的，但是不健康。首先，正餐的过程中已充了身每天所需的物，后胃的工作量是好。但后接着在食糖分高的水果，入的糖分、碳水化合物、脂肪根本法消耗，堆在就引血糖、高脂血症糖尿病。而想要防高脂血症糖尿病，下面些工作一定要做好。一、更食物油。其不管是高脂血症是糖尿病，都是过剩法消耗制。常的物油脂和脂肪酸植物油固醇含量高，常常食用于健康其实不利。日常可以把家吃的油成橄油、茶油，油是世界公的健康油，是不和脂肪酸油，更健康，更有利于防高脂血和糖尿病。二、促胰素平衡。想要持血糖平衡不胰素，而促胰素分泌也不，一方面可以日常多吃一些如南瓜、西葫、苦瓜一的食物，些食物都可以促胰素分泌，一方面要注意加控制重，有助于提高胰素敏感度。三、迟滞。治高脂血症糖尿病的物是比附的，日常患者食用是可以定控制病情的，千不要以自己的病情定了就私自停，症一旦爆了，后果不堪想。的防高脂血症糖尿病不，只要成健康的生活即可，每天抽一食注意整，不要熬夜，不要嘴，就不有高脂血症糖尿病的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高脂血症糖尿病都有的可能，家族有相病史的人更要重防，免疾病危时候都不要有心理，